地利和许娟安。啊，谢谢你。事实上，这是这本词曲的创作者在1818年3月24日第一次演奏了这首著名的圣诞歌。平安夜已被翻译成被联合国教科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音乐非常重要，对于教会而言是如此。刚刚谈到音时，他说：“歌曲是见证福音。”